和解之上的鼎立才是主公心目中的天下啊。如果没有战争的话，这样的鼎立之势都未尝不可以。将各地代表组成议会，在和平的前提下分治各地，停战的前提底下，孙吴和蜀国还有魏国都可以共存。没错，所以我上战场打仗就是为了消灭所有复古的野心。不过主公真是连荆州都，理想面前都一定要面对现实。这样的战斗或者没错，如今和刘备的战斗都是一样。陆逊，没问题嘛？是，谨令发旨。在度谂紧啲乜嘢？我嘅理想一直系为陆氏一家抢翻权势，同刘备一样，系抱住对过去嘅执着而战斗。不过主公希望未来系全新嘅天下，唔会再有战争。系唔系孙吴选择错咗前进嘅道路？唔系，边会有错呢？我只系有少少留恋啫。人系要向前行，先至会有将来噶嘛。原来系咁，系咁，周防，呢一战就采取你嘅计策啦。呢一计，你自己都会好危险嘅，一定要谨慎行事。凌统大人，本城周围将会成为主战场，请你提前做好准备啦。收唔到，睇嚟今次真系会有好戏睇啦！我真系好想睇下佢哋会输得有几惨。系咁，你有咩睇法啊，主公？冇，不过你变咗。你系话？我啊，是啊，因为主公同吕蒙大人解释了很多东西，原先我的心头大石现在放低了。你是说想我做呢个新天下嘅丞相系咪啊？由你陆伯言全权负责，各地代表就分管相应嘅地区。讲起上嚟，咁样要考虑到天下所有士族嘅重要职务，除咗你，冇人可以担当得起。我曾经以为已经放弃咗自己嘅理想，嚟成全主公心目中嘅新天下。睇嚟我错咗啦，在下同大家都可以喺和平底下得到想要嘅嘢。我咁做算唔算係演绎咗同大哥嘅约定呀？唔係，你为我哋孙吴指明咗光明嘅道路。好，而家就定返最后嘅一个敌人，我哋全力以赴打败佢啦。今日我哋踏出咗崭新嘅一步，嚟到呢个新天下。咁多位，由而家开始呢个天下唔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各地嘅士族、各地嘅百姓一齐合力嚟治理呢个天下。
咁虽然系造福他人，但系因果循环，实质系惠及自身。呢条路虽然漫长，不过只要大家齐心合力，就一定会成功。你做嘅话，一定会成功。咁多位，一齐努力啦！为咗新嘅和平时代，万岁！和平万岁！正常万岁！